次嘅冠軍啦。所以啊，呢個榮譽我一定會 keep 住嘅，繼續加油。然后今年还是我的第一次的第一届的 MDRT， 我会继续努力做到最好的。咁我希望噶啦，我攞咗一次嘅 MDRT 啦，唔止系一次啦，系两次、三次或者系四次啦。咁呢个系我嘅一个小小嘅梦想啦。咁老实讲，成为 MPG 嘅一份子咧，我真系觉得好荣幸 ，because 我哋有嘅嘢咧，真系出边嘅人系感受唔到。咁樣我真係好多謝 MPG 啦，今日特登為我哋呢班 MDRT 有咁嘅安排啦，我真係冇諗過做 MDRT 我都可以做到好似明星咁樣嘅喎。今次咧，我係得到咗第二次嘅 MDRT， 亦都成為咗全馬 Alliance Top Rookie Number 3，我會繼續加油努力。我要多謝所有每一個團隊啊，咁都係因為有你哋，我先可以完成我三屆嘅 MDRT。咁今日我好開心啦，可以搭上我Alliance 嘅紅鼻尖啦。咁我好希望每一年啦，都可以有呢個機會搭上個舞台。咁我真係好興奮，好開心。其實在 MDG 這裡，不僅不僅已經四年的 MDRT， 我每一年都非常期待這一個 event。因为我们都有很好的 privilege， 就是老板给到我们很好的平台。我会好珍惜金牌的那个 MDRT， 而且我会 keep up， 每一年会继续去做好啊。今年是我第四年的 MDRT， 所以今年心情真是很开心，很开心。所以今年呢，我会再加努力完成我的 MDRT。非常的兴奋，因为今年呢，我得到了第五届的MDRT， 在我们的带领之下，有一个小小的成就，就带领了马生区的第一名。我是今年第五年的 MDRT， 所以我多谢我们我的老细，我哋嘅 MPG 全部同事啦，大家都有互相嘅去关心，大家有互相去鼓励啦，我要加油嘅。我好想就講大家應該加油咯，因為呢個舞台唔係咁容易上嚟。不過咧，講真的，應該好珍惜個環境啦，因為有 MPG 正有人為今日咯。I also wish that with this environment and this system that is provided by MPG, I will be able to build my team to go for greater heights and to break through many more awards. 今年係我大八屆嘅 MDRT， 我哋真係喺呢度真係想多謝我哋嘅老細打到咁樣棒。咁喺呢八年入邊咧，其實要成為一個 MDRT 真係唔簡單。不過喺呢度，我要衷心嘅多謝我哋嘅 Dato Norman Pang 同埋 MPG 所有嘅戰友們。咁我希望嘅話，接落嚟嘅話，咁我有十年 MDRT 就拉翻 MDRT 啦。跟住之後嘅話 ，MPG 再創高峰。今年我又得到 Alliance 嘅全國嘅最佳 Top Manager 第三名啦。咁首先要多謝 Dato Norman 同埋我所有嘅組員嘅付出同埋嗰個努力噶。今年係我第九年攞呢個 MDRT 獎啦，當然好興奮，好好開心啦。Dato Norman Pang from MPG.
一次我觉得我拿到第五次的冠军真的非常的开心，然后整个组员的那种团队相信那种兴奋在那个台上的那一晚一直在我的头脑里面浮现，所以这个是我很大的推动力。而且看到他们很团结的，然后为每一个整个团队在那里呼喊的时候，这个是我看到的。当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的转变这个第五次的冠军，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的挑战。在这一年我们在拿冠军同时里面，我们是在最后一刹那的就拿到超越别人。我相信在团队上很多的每一个人都有那种很有欲望的，在整个组织里很意志的都在打，想在这第五次拿冠军。因为我觉得维持第一次是容易的，当然你拿第一次冠军的当然他说也是很兴奋的，但我要维持的话那种心态整个团队就不一样。所以这个真的是有赖每一个组员跟主管大家都带出来这一份热忱来把 MVP 再次的拿到这个马来西亚安联的总冠军。我觉得在 MVP 团队里面很多本来的个性就不像一个超级的队员，就是他不是 super salesman，但是经过在 NBG 的文化跟环境跟一些我们的培训方式，应该他改变的很多的想法，可以说他觉得不可能，然后他们也看到可能。在 NBG 里面也会很专注的提供很多的特别的或者一些内部的一些舞台给我的超级业务员。当然我自己本身看他们领奖的时候那种新鲜度就比较不一样，那个就是我本身自己的大动力。然后对他们来讲，我觉得他们有另外一个层级，就有一个舞台给他们感觉到，哎，本来我是没有想到我站在这个舞台的，然后我站了之后，我还给他觉得不只是这样子的，而是你还可以更高。所以那种推动是，我是要令人很兴奋、很开心，然后给他们家人看到，就孩子们全部是很有这个我想做到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不断提供舞台，就是因为要给他们追求的不只是一个梦想，是一种满足感。我之前我就准备了一个庆功宴，然后包括了第二天的一些写真，就是拍照的写真。那为什么做庆功宴呢？因为我觉得给他们感觉到在你们在上台之前我要有一个 pre， 就是之前的一些庆功宴，就是望回去过去你的努力是非常值得你去庆祝的，然后再跟他们每一个在来自马来西亚每一个地方的 NPP 的MBRT， 然后坐下来可以交流，然后给他们拍照，给他们谈一些过去的一些当以后怎么做好的一些目标，还有一些理想跟梦想，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好的东西来的，这个是我觉得。然后第二天，然后我安排的东西就是给他们真正的看到自己最漂亮的一刻，然后所以我准备了非常专业的一些摄影师，然后摄影棚，然后在 ballroom 里面，然后整个拍摄起来，然后给他们的一些写真，他们看到这些照片就非常的漂亮，这个是我想做的。而且给他们看到我给他们的一种感觉就是你真的认清楚你自己，你真的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那我安排的这个节目给他们，其实我本身真的很开心，因为我看到他们在交流的时候有讲有笑，然后而且在那个拍照的过程里面他们看到自己拍出来照很漂亮的时候他们开心，我真的很开心，这个我希望做的。不过有机会真的，你今天如果你真的还没有了解 NPG 或者不知道 NPG 的话，来自己了解 NPG， 或者给自己一个机会，或者给 NPG 一个机会来了解一下。我觉得 NPG 会提供一个能制造你以后的你要得到的梦想，跟你想做你在家里面身边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讲的你的事业与梦想就从 NPG 开始。